穿出态度，秀出自我，欢迎收看《Fashion Show》。时尚潮流就像扔出去的回形镖，不管多久都有回来的一天。上一季还是细腰带的天下，这一季呢就被宽腰带占领了江山。设计师在以往经典的基础之上，加入了各种创意，让宽腰带的复古回潮变得趣味又有新意。让我们一起去秀场上看一下吧。宽腰带又被人们称为腰封，在这一季的 T 台上，设计师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种充满存在感的腰间装饰。不管是稳重的黑色腰带，耀眼的彩色腰带，还是夸张的复古腰带，由于搭配的方式和位置的不同，往往能营造出不同的造型风格。宽腰带在拉长模特身材比例的同时，也让热闹的 T 台充满了几分低调的华丽之感。Victor Rolf 的时装发布会从来不缺少惊奇，天真无邪的色彩，俏皮可爱的轮廓。Victor Rolf 2012春夏系列秉承真人芭比的设计理念，宽腰带的浪漫复古中透着不容被忽视的个性，质地硬朗的面料，夸张的蕾丝印花，放大比例的针脚，搭配风情十足的宽腰带，流露出一股甜蜜的法式格调。设计师佛比菲罗曾以简单流畅的线条俘获无数 Celine 的粉丝，如今的 Celine 2012春夏女装系列却在廓形上做起了文章。三维立体的建筑感廓形，夸张放大的腰带是本季 Celine 的新看点。宽大的腰带，无论是紧扣还是解开，都让人难以移开探究审视的目光。细腰裙装是本季 Celine 的最大特色，而宽大的腰带则是加强这种效果的重要配饰。在丰盈的裙摆与纤细的腰部对比下，脚踝处的宽绑带设计与宽腰带的微妙呼应中，简约又不失女人味的法式优雅呼之欲出。无论是编织、细带、同色系还是撞色风，夸张的宽腰带都能完美的呈现女性身材比例，显示出霸气十足的个性。夏天出门，你大可不必费尽周折的挑选合身的款式，只需要一条宽腰带就可以搞定你的完美造型。